举手之劳做环保，台湾整个环境是什么东西？是两大政权建立在牺牲台湾资源成就他的岛国境外政治目标。刚才讲了最高主导政策，所以呢，在实际的政策的操演上呢，像日本时代到国民党时代，最重要就是要外销，外销唤起所谓的这个外汇存底。那整个政策是这样，它的政策就怎样发展高污染、高耗能、高什么都是这样。一个政府就是一类火车的火车头，火车头最主要的政策燃烧什么？重煤重油，乌烟瘴气到这个车厢，人民在车厢里面脏兮兮的，快要死掉了，才激荡出环境运动，才折成产生了这些一大堆的这些环境立法跟执行。然后呢，政府只会用那种麻醉的字眼，环保署刚成立，举手之劳做环保。盖本书呢，叫一个欧巴上下，一个下不弄呀，一个扫帚底下清清清，还讲了很多伟大的名言，其中一则是：只要大家不丢垃圾，台湾就没有垃圾问题了。只要你不怎么样，就怎么样了。那对付环保团体的人，他就是永远是那一套：你要用卫生纸就不能砍，不能反对砍森林；你要用电，你就不可以反对核能；你要吃饭，你就不能反对我施政。不是吗？然后呢，大原则还有一个，任何人要反对我开花，你要证明我开花你会死，都是这种逻辑耶。没有那种负担。今天环境所有问题，为什么我讲缓和就是道德？那是生命不可忍受的这个万一啊。今天政府现在只会讨好人民，政府只要提供人民必须，更要照顾世世代代的安危，总体的公益，而不是在经营百货公司。但是这些东西呢，在今天的我们改天再谈政治的课好了。我们先把这个台湾，你要了解到说，在这样的影响之下，我们呢是牺牲台湾的农民、土地、世世代代的资源，来成就政治政客的短暂的这些境外目的。所以台湾有一段时间以农民培养工商，你有看了为什么今天在什么桐花在很漂亮什么，那是台湾土地的悲剧。今天外国要跟我们买什么，我们的土地牺牲掉，砍掉森林用来种这个茅草，砍掉种蓖麻油。接着呢，哦，桐油日本在收购桐油，大概规约进油桶。你以为那个油桶花该怎么来的？然后呢，全部的人都种，本来一斤油30块，大家都收成的时候变成31块，哇靠，腰的老啊，老了又换了一个种香蕉，种香茅草，种什么，这样不断的更替，而不是依照我们的土地在生态、在季节、在眼见应该有什么样的调配，我们是这样子。所以很多农民最后化解一下油桶给他，当然一在一旁啊，然后留着，后来整个经济都起来了，然后那些呢就变成所谓的开始休闲旅游，然后休闲旅游一种一窝蜂，种红树林见到很面刀也会也变那么龙进料，啊，萤火虫一护翼要修啊，哎，像都会里面什么学校校园也都是一大堆萤火虫。啊，然后敲行虫，然后你敢把哎，拜托，像宠物的观念，除非你真的不得已，像西方已经到达，就是说你补一架，这个我不是在说阻扰你说对感情的一个寄托，而是不必要的少一点，不必要的少一点。任何事情没有那个那么多极端值，可是心存善念，一人之间就已经可以降低非常多的东西。那台湾呢，事实上这么久以来，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态足迹差不多30倍台湾，我们不是只消耗我们还让用掉以后子孙的，我们还用尽别的国家的沙占波。
咱敢袂当用较少的一半的不？现在的观念早就该停止掉所谓经济成长这样恶劣的观念。你要住在哪里？要住在哪里？要住在哪里？像我在跟你讲，讲大坑，我听到因老爸在叫因囝讲，哦，你莫你爬到这个山顶以后，不要再爬上去了嘿。真的是这样吧？所有是西格玛期限在地球上，除非你现在要向另外一个星球倒起之夜。不可能，卡扎第一世界的小白是站在波谢第三世界，现在第三世界也已经升级了，要再向哪里去波谢？除了向后代子孙以外，你还要向哪里波谢？生态负债日，你想想，英国还有一个算法就是怎么样？全球从1987年12月19号开始负债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太阳能提供给我们，不是分析那个表吗？农业人、自然人跟文明人的表格啊，那个资源使用的不同用方式吗？你仔细去思考那个表，那个是最化约的，整个是累积很久，整个的总纲要表就在那里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如果说地球我们自给自足的情况叫做不负债，可以自然运转，有机发展。那么全地球在1987年已经开始负债，那么我也计算过台湾的负债情况，以2007年我给他算一下，大概元宵节已经吃掉中秋月饼或者冬至的餐饮了，所以咱一年可能负债12个月，不是饱吃眼粮啊，而是呢你逃的假个掌柜啊，所以你这主管要对得来，就对不美尼铁啊，奥尼铁啊，这是另外一个观念，除了生态足迹以外，叫做生态负债这样的观念。那这个东西谁人算什么的，当然会不一样，这只是一个概念的提醒。很多事是自由心证，唤起新的道德、新的良知。所以我说各位会在这里，是因为你有良知而懂得准备，我们要开创这个人类社会还没有存在的善良跟新的道德，跟真正实实在在的新的生活行为。那很多东西不是靠着只是在宣传而已啊。那第二款，咱台湾过去50年这高利贷，向天抢粮抢地。河川截弯曲直，不当山坡地开花，海埔地拼命的向海锁地。不过1990年以后，天公伯啊，甲土地公联合起来成立讨债公司，而且还严惩暴力集团，不通知就直接来向你索命。你看到那一栋一栋那个倒下来，那算什么？那只是很自然，那个本来就是人家河流人家。台湾三年运动史，我要跟各位报告，我60岁，我感觉我好恨没有早生20年，但是这也不一定，我们也晓得，我早生20年可能也是很会唱。这一道像一只船在夜夜摇呀摇，没动了。当老师的总是有他的，我们做任何什么在进万进啊，方便住的方便住的，做一些无心的底下头脑的所在，对吧？互相了解，互相体谅。啥人会在了解做老师的悲哀？人流着目屎，也是一家笑哎。来加车，脚步若是叮当，不管你是啥人，甲伊当作面盲。哎呦，那不要哭了。